光看着不能吃，真的是把我们急的。等会儿就给你做那个面条，好吗？嗯。来吃，来吃。你把他的那个上回那个磨牙棒拿出来给他吃吗？刚刚都不吃。他吃吗？吃。他只是馋，他又不饿。你给他嘴巴里面有点东西就行了。爸都告诉你，这是可以吃的，来来吃，嗯，吃掉。好，下去啦，这是今天要记的，胡萝卜、西红柿、山药，对，拜拜拜拜。今天休息一天，然后给瑞宝宝做个辅食。哎呀，今天有点点冷哦，没出太阳哦。啊哎呀哎呀，你这要咬我！怎么啦？你又回来啦？这么快吗？你以为买个东西要多久啊？我刚刚喊你，你都没应。什么？哪里在哪里喊我？就在家里啊！你出发的时候啊，你车子一开动我就喊你，因为你带点垃圾过去的。山药、胡萝卜、西红柿，嗯，都买了啊。啊，好的，交给你了，晚上不是下午。好的，来人给你吧。我去做辅食啦，月宝宝。做辅食，你记住点。嗯。啊，我们车上不是战场啊，别搞得太狼狈了啊。没有，放心。嗯。拜拜。说拜拜，拜拜。Later. 刚刚这个打汁机怎么不转呢？你看一下，这个底座你都没有拿过来，你说怎么转吗？什么哪个底座啊？哪还有底座吗？丢不丢人？你再试一下看能不能转。你对牢了吗？下面？对没对牢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啊！我来。还要把这拧对齐，对齐卡牢，不是我来，妹子，哎，我来，我说你，他这个是啊，他这个是有安全纽扣的，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不套上，这三个东西没套好，你这按是没用的，它就叫安全纽，它就算它相当于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设定，你没套好。你是没用的，你去把这个拿掉，你把这个拿掉它是不转的，知道吧？出洋相了吧？水加多了呀，没关系。我以为你倒的时候先把这个刀片拿出来，拿到一边再去倒，不然这里是很危险的，掉出来万一掉到手上呢？万一说这个是个玻璃碗呢？砸坏了呢？嗯，看来得多练习啊，是不是？看一下我们家媳妇做饭了啊。让妈妈醒啦，马上好哦。嘿嘿嘿，哎。
哪儿呢？你看妈妈吗？快点！是人才，人才！天哪，马上就捣乱了，跟你说。之后继续开。马上吃的啊！来吧，开锅了。说一下，刚刚你就是沙子焯的是吧？蒸到一半，哎，不对，它怎么一会儿蒸，一会儿不蒸？然后我在想着，哎，这下面要蒸要放水的吗？我就问小孩。